在高雄的时候的2018群星飞舞在高雄。我们先来欢迎台湾女神、舞蹈女神朱冠霖朱老师，台中来的哦，掌声欢迎。来，我们各位所有亲爱的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伴月，八方来财，九九长长，十全十美，百事可乐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我们台湾舞蹈女神哈朱冠霖朱老师。我们要欢迎我们高雄的领头羊沈妙音妙妙老师。小朱老师好，小朱姐姐好，各位嘉宾，各位爱好舞蹈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高雄的沈妙音。很高兴王英总老师办此活动，让我们高雄的老师们都有这个机会跟北中南的老师又是一个大联合。那在此先祝活动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，也欢迎各位老师各位姐妹们来我们高雄，谢谢。那我们紧接着来欢迎我们台中来的宋如勋老师。谢谢朱冠霖老师，也谢谢王英中老师，跟那个南部的老师、北部的老师、中部的老师，大家一起来欢乐，舞动开始，谢谢，拜拜。好高兴哦，这是第二年在高雄办的群星飞舞在高雄。第一年最辛苦的就是我们的一梅老师，有请一梅老师，耶、yeah!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是高雄刘玉梅，很开心今天来圆山这里参加这2018联欢会哈，群星飞舞在高雄的活动，对啊，重点是这个活动哈，能就是北中南的老师都能聚在一起，很开心，还有这个哈，大家一起聊聊天，很棒的，感谢王英中老师哈，再次举办这个活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耶、yeah, ，谢谢。还有我们台湾最资深的洪龙南洪老师进场，欢迎洪老师。哎，我们执行长呢、啊，那个汪老师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洪龙南老师。最资深，年纪大，但是心情很好，体力很好，目前都没有毛病，因为要跳舞，要跳舞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来到，群星飞舞在高雄，已经去年办过一次，大家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，又来了，所以我们相信这次也一样，非常高兴，要谢谢王老师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最重量级的。张慧芝张老师从远从北部来的，欢迎张慧芝老师。张慧芝老师今年82岁，来自于板桥高阳舞社，今天很高兴来这边参加你们的舞会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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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慧芝老师。接下来由我们也是北部来的，远从北部来的陈美彩，美彩老师欢迎。谢谢执行长王豪老师，还有曾义明曾老师，你好哈、哦、啊，谢谢，这最主要今天好，很高兴哦，那个王英总老师办这个舞蹈交流在高雄的圆山饭店哦，那我们今天北区的一些老师团坐高铁来这边，真的高兴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出来运动，舞动青春，舞动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，舞动就是会健康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接下来也是远从北部来的郑芳芝老师，耶、yeah, 欢迎汪汪老师，好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郑芳芝，我住在台北永和，那但是我教舞是在台北市，那很高兴来到高雄，大家以舞会友，
每天开心的、快乐的跳舞，一定会又青春又健康又美丽哦！赞！为什么？耶！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由我们总歌之夜黄玉秋黄老师来，你看得知啊？有够水无？够水无？谢谢大家哈，谢谢我们黄老老师啊！今天秋秋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群星飞舞2018在高雄的活动，一舞会友的活动。那本人呢是在桃园市的龙潭区教学哈，那在这边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所有的舞友们，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远从北部来的林之华林老师，今天也吃过水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之华，我本来是桂枝老师的学生，那很荣幸，有学生叫我去教他们，那我就是跟着老师来，从北部来高雄参加这个联欢舞会，谢谢，很荣幸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赞，等一下开场。耶、yeah. ，哦，也是远从北部来的。这个都是桂枝老师带下来的哈。喂，竹仙，喂，老师，今天嘛够水的啦，这顶拢够水的啦，来看一下哦。大家好哈，我是从桃园来，因为我本身在龟山那边教舞哈。啊，今天很高兴来到高雄这边与舞会友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活得跳得青春又健康又美丽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竹仙，谢谢。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台湾那个拉丁舞王，哦，已经很久了，我认识他已经差不多有30年了。哎呦，讲出来，你拢知影安尼几岁啊？哎呦，好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台湾拉丁巨星许明才老师与张碧莲张老师，欢迎。老师进场。大家好，今天非常荣幸再度受到黄老师的邀请，还有高雄这边老师的邀请，让我们有机会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，非常的健康。那我看到很多学员，那个看起来都很年轻，都很有活力。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我们的要教的舞蹈教给大家，还有晚上有表演。那当然要预祝我们今天的所有活动还有舞蹈能够圆满的成功。我讲的都徐老师讲完了，希望今天大会成功就可以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巨星老师哦，他们两个是同步的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，眼睛睁开哦，这个有活力、年轻、更活力的邱丽珍邱老师奏乐来进场，欢迎邱丽珍老师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台北永和的邱丽珍老师，今天我希望对跳舞开心，开心跳舞。那么我们预祝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丽珍老师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我们高雄的老师。每人讲地头蛇啦，讲地头蛇用讲的吼。好，来欢迎我们刘瑞麟刘老师，少年阿嬷，讲个谢谢。来欢迎，谢谢大家，很开心，今年2018，国际舞蹈联谊又在我们圆山办了，看到很多好朋友。旧面孔，大家一起来这边联欢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非常开心，也祝大会圆满成功，谢谢。谢谢玉林老师、瑞林老师，爱公瑞林老师就对了哈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由他管一组啊哈，台湾的南部再高一点，台南的老师
郑丽珍啊，拍摄这个哈，好该看到的，谢谢郑丽珍老师，郑丽珍老师来，老师你好，好，王好，老师你好，我是来自台南北湾郑丽珍指导老师，很高兴来到那个群星2018群星舞飞舞在高雄，群星在高雄，很高兴。有来到这里看到精英的老师，很高兴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得愉快哦，祝大家有一个回味的回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圆满的。谢谢，谢谢郑丽珍老师，谢谢丽珍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耶。来，好，接下来由我们高雄的陈树月陈老师。哎呀，今天嘛是够醉够醉啦！来，老师，陈树叶陈老师，欢迎您。因为刚刚彩排完，现在有一点喘。好，来什么？今天有没有很高兴啊？当然高兴啊！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。中华也好，好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树叶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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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很感恩啊、哦，王老师办这个节目，让我们北中南的老师都能聚在一起。然后现在我要来欢迎，这些老师当中唯一的男生呐、啊，哈、哦，男生呐、啊。来，我们欢迎郑义协郑老师，耶、yeah, ，巧克力老师，欢迎。来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市小港区青岛里啊巧克力单人舞蹈团的指导老师，我叫郑义协，我外号叫做巧克力，行不？好啊。啊，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次王豪老师，还有我们。这次主办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王英中老师，那么继2016年群星飞舞在高雄的 Part One， 那今天呢是2018年群星飞舞在高雄的 Part Two 啊，第二集，那么我们即将会有精彩的表演。那么我们借着这个舞蹈的交流会，那么让我们全台湾、全世界各国的爱好舞蹈的朋友们呢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舞蹈的交流。希望呢，我们借着这个机会，能让所有爱好舞蹈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襄盛举。希望呢，借着这一次的活动，今天的活动呢，能够达到最圆满、最顺利、最成功的一个圆满的活动。谢谢王浩老师，谢谢各位各位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一些老师哈，谢谢武力都用了啦，武力都赞了哈，有你真好，谢谢谢谢一些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访问的是，嘛是我的桂林啦哈，啊住台一个我们台中彰化，离台中很近的彰化，黄树叶黄老师，耶、yeah, ，欢迎黄树叶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彰化，我现在是彰化县体育会民俗舞蹈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，也是彰化县体育会土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我教了很多的舞蹈元素的舞蹈哈、哦，就是有花鼓阵啊、哦，还有那个跳鼓阵，然后还有伯爵阵，这是阵。这个创新的民俗艺阵，然后就是一般的土风舞，还有，就是我们的流行舞蹈，很多的元素哈、哦。希望大家有兴趣都到，到彰化来，我们一起来，一起来以舞会友，欢迎各界的老师们，大家都来。还很感谢我们今天最辛苦的王英中老师、王豪老师，还有我们。那个合办的所有的老师，真的你们辛苦了，所以我这一次特别从彰化来这边相挺，希望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，能够打亮我们台湾啊、哦，然后推广到海外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挥手挥手，谢谢，谢谢树叶老师哈，感恩感恩。谢谢王老师，您这个就。
好了，接下来也是我们高雄的老师哈，今天嘛拢高追耶，今天伊拢高追耶啦。好，来欢迎陈真玉陈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真玉，对，陈老师，对。然后英仲老师只有给我们一分钟哎，对对对啊对啊，所以我要长话短说，对对对。然后真的很感谢英仲老师，然后他这个群星物语在高雄，对啊，第二次，然后就是很高兴借这个机会能认识舞蹈界一些前辈，还有跟老师们啊，然后一些学生们互相联谊，真的很棒。然后呢，这次也是很感谢我的好姐妹们，就是小镇舞蹈社，还有小镇舞蹈社，还有神马舞班，还有美魔女的舞群，他们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我。对对对，然后我现在预祝说我们的舞会能圆满成功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曾毅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也是从台南下来的哈。我也是第二次见面了哈，黄秋霞，黄老师，欢迎你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来自台南新化黄秋霞，因为一直对舞蹈的热爱，所以呢一直热爱舞蹈，所以希望跟大家以舞力跟大家会合，以舞会友。对，一直以来我接受很多前辈的指导，也接受很多后辈的支持，希望继续以舞跟大家会友。谢谢，赞，谢谢，谢谢。